亚洲旅游台专业旅人企划，走深山涉咸水，把不可思议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师傅，您锤的什么？木锤酥啊？木锤酥？木锤酥啊？木锤酥。哇，感觉上要使很大的力气啊。很香哦，有那么一点点玫瑰香，你还可以呢尝到就花生的这种香味，核桃的香味，蛮多层次的，不错，蛮好吃的。师傅，您这都在敲什么？这是麻糖啊，丁丁糖。麻糖啊？哦，麻糖。远远看有点像 cheese， 然后近看呢就又有一点像这个豆腐啊。哦、我可以试试看吗？可以可以。可以是不是？好好。哦，真的是糖啊！我刚刚真的是以为是豆腐。今天群友陪他们准备了。现在我们进到这个矿洞里面，那在我另外一面这边呢，就是煤层了。好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看这个背后这位大爷呢，躺在这边已经很久很久的时间了。显然叔叔有练过。那像我们这种没练过的呢，其实啊敲下一块煤，我就觉得心情还蛮好的，挺兴奋的。那不过呢，这个煤采了之后是可以带回家。马大哥，这洞大概多深啊？有几百米呢。有几百米啊？哇，几百米啊，有点上气不接下气。好了，快要到了，咱们呢继续走。跳完了，观众朋友，来，给你们一个惊喜，我们把镜头转过来，看看我背后的神山，太美了！而且呢，我们真的运气太好了，主峰就这样露了出来，太惊人了！而且看到呢，山顶边上带上几朵白云，让它宛如仙境。我觉得呢，我需要一点点时间平静。接下来的行程呢、啊，看一看，真的是会越走越辛苦，所以相信未来的旅程一切都会越走越顺利。我们继续加油，秘境不思议，就是要带您走进不可思议。